我们非常高兴啊，今天晚上结束非常圆满，也应该是说是非常成功的，因为这次吧，我们是动员了这个多伦多华人社区这个各种人才、各种力量、各种资源，所以才获得巨大的成功。而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这次成功的关键问题是，这方方面面都有成功，所以我们很高兴在华人社区春晚也好，活动也好，我们上了一个台阶。
Thank you.